他用微量的骨粉破解中国人的基因谜团，探寻近万年来中国人的基因故事。中国南北方人群呢，它早在9500年前呢，就已经出现了分化和遗传的差异。神秘的南岛语族散布在太平洋的诸多岛屿之上，他们人口超过2亿，习俗不同，风情各异。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血脉和共同的祖先。南岛语系人群呢，起源地于这种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这方面呢有非常确凿的证据。本期考古公开课将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妹，为您讲述中国人的基因故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切磋琢磨，考古论今。各位观众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型考古历史文化类节目考古公开课，我是陈志峰。参加我们今天公开课的有我们节目组面向社会招募的6位学员，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我想先问问你们6位学员啊，谁是南方人，谁是北方人？南方人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好，放下。谁是北方人举手？也是3位啊，这么巧啊，3比3，大家来说说，你们认为这个南方人和北方人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主食不一样，北方人喜欢吃面，南方人会吃米饭更多一点。我觉得南方人和北方人长得就不一样，北方女孩就比较偏鹅蛋脸，南方的话就脸型会比较扁一点，就没有北方女孩那么饱满。我觉得我是既南又北，我是在秦淮河线上的，我算南方还算北方？我的身高也不高，吃米饭很少，然后主要是吃面食。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可能是南方人他的那个呢了不分，在我们河南的信阳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弄不清没关系，一会儿咱们帮你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啊。在地理上，我们是以秦岭和淮河为分界线来划分我们中国的南方北方啊。秦岭淮河以南我们称为南方，北边称为北方。民间有一句话叫南甜北咸，还有一种说法，南方人呐都长得比较灵秀苗条啊，北方人呢都高大魁梧。这是不是因为南北方人在这个基因上有些什么差异呢？为此呢，我们今天专门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傅巧妹老师，我们掌声先欢迎傅老师上场。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傅老师是刚从实验室出来，手套都没摘。对，我现在给他摘了。刚才您看我们这儿探讨南方人北方人，您别说话，那学员们猜猜傅老师是南方人北方人？我觉得傅老师应该是南方人。为什么？他的脸型看起来比较像南方人，就是很秀气。我猜傅老师应该是北方人，因为就是走起路来我感觉就很就有一种范儿。我也猜猜吧，我觉得傅老师应该是南方人啊，长得还是比较秀气。我是南方的江西人。江西南方人，咱们猜对了，给我们鼓鼓掌。您是研究这个
古代的南方人北方人的这种差异。可是有一个问题啊，古代的南北方人都没了，那这个怎么研究呢？其实在说这之前啊，虽然您可能认为我是从工作的地方过来的，其实我有一个小机关，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跟您握手戴的手套。为什么会这样？握手这个过程其实就把您的汗渍还有你的这个皮屑都会留下信息，而且您注意到的话，把我的手套拿下来的时候其实是反着拿的。这个是为了干什么？原因就是不想我的 DNA 把您的 DNA 给污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把里面的这些皮屑甚至就是直接里面的相关的 DNA 进行提取，都可以知道您的遗传信息。当然这个必须要经过您同意才行。我现在就同意。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古人没有了，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提取他们的 DNA， 提取他们的一些信息。对对对，您说太对了，是这个意思啊。其实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您觉得多古才算古？还有就是我们到底能研究多远的对象呢？多古要从秦统一六国算起，那是公元前221年吧，差不多2000多年了，应该算古人了吧。这个算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研究的更远，它已经是我们的范围之内了，但是我们可以再往前。我们考古公开课做这个良渚文化，良渚文明5000多年，这够远的吧？这个也挺远的，但是还不够。这还不够啊？在我们的文明之外再想一想。这个我就不敢再想了，就是说还可以研究的更远。其实我们现在的实力，这不是说我们通过这种模拟计算，就是真的我们最早能做到什么时候呢？人类我们最早能够到这种非冰冻层里面，就是常温环境下，大概是40万年前的人类都可以做出来。40万年前。至少，至少还加一至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仅是只研究那么老的我们是从40万年一直到几千年、几百年。那应该说啊，这个时间的跨度实在是超乎我们想象了，是吧？这确实很了不起。那么有哪些可以刷新人们观念的新的发现吗？有非常多。我再举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研究。是关于什么呢？关于欧洲人。欧洲人？对。您对欧洲人的印象是怎样的呢？黄头发，白皮肤啊，蓝眼睛。对，是吧？通过我们的研究才发现，其实大家认为的蓝眼睛也不过才14000年。那在出现之前他们什么样？他14000年出现了您看到的这样的形象，就是他是蓝眼睛暗皮肤，就大家认为的白皮肤可能认为是同步的，但事实上它存在了这样的中间的状态几千年。是吗？对。其实我们更关心的还是咱们中国人祖先我们自己的故事。对。那么从古 DNA 的角度来说，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您说的这个问题正好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它就是来说什么呢？万年以来这个中国南北方人群的一些演变格局。所以正是回答您这个问题的。好，下面我们就把这个舞台交给傅老师，请傅老师从古 DNA 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中国古代的南北方人。好，谢谢您。刚刚学员也说到了，里面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那我们现在常说的南方人北方人，他其实已经经过了不同的这种混合，他没有那么具有代表这种地方性的特点。所以在很大的情况下呢，我们会通过研究这种少数民族的人群它的遗传特点呢来了解。比如说您现在看到这个图里的一些信息，就是通过现在生活的不同区域的人群来了解它的遗传特点。这里的每一个点都代表的是一个个体。你主要看一下这个用蓝色边框编起来的这些，比如说这些绿色的地方呢，它其实就是遗传上有差异的这些北方人的落点，它包括了我们熟悉的蒙古族，也包括了赫哲族，还有像类似这种鄂伦春族，都在这个区域里。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现今的南方人，它包括了傣族、苗族，还有畲族等等。你可以通过这张图很明显的看到，两边的人群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它是有分化的。那么基于这个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这样的差异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基于这个呢，我们今年
首次把中国南北方从9000多年一直到300多年到现在的这些人群的演变呢，进行了一个规模性的研究。而且通过这个研究呢，我们了解到呢，其实在9500年以前呢，相关的人群就已经分化了。很多同学是不是很好奇，当时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获得相关的这种遗传信息，还有这样的结论又是怎么样得到的呢？说到这个，首先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哎，说了这么久的 DNA， 那么 DNA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动物细胞的结构由外到内是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染色体存在于细胞核里， 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存在于染色体中，它呈现长链状结构，基因是 DNA 上的片段，一条 DNA 链中可能包含有很多基因，通过对基因的研究就可以了解生物体的各种生命信息。我们如果是拿父母的 DNA 跟你的 DNA 进行比较，你很快就能知道它的亲缘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如果拿这种万年以前甚至更久以前的人群，通过他的 DNA 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到相关的祖先来源。所以呢，我们就是解析过去的人类骨骼和化石中的 DNA， 最终呢了解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有什么样的联系。那么理清楚了这种思路以后，我们的研究是不是水到渠成了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面临了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说第一方面，寻找相关的古 DNA 材料。有人会说怎么会难呢？难就难在一方面，很多的考古的老师还有相关的学科的专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做相关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呢又不知道谁有材料。所以呢，也是在这里想呼吁一下，也希望各位相关的老师多多联系我们，一起来使劲儿把事情做成。那么第二个难度什么呢？很多人会说，既然你研究的是骨骼，研究的是化石，那么其实它已经受限了很多。为什么？不是所有当时生存过的人他都能把他的化石还有他的骨骼都能保留下来，他需要在一个非常特别的这种环境下，让它不容易被破坏，同时又没有被降解的完全，然后最后呢还要被有缘人发现它。那么这里呢，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南北方人群，我们不能仅仅研究北方，我们还需要研究南方。南方呢，其实它的难度会比北方大很多，原因在于什么？不光是在于它的温度湿度比北方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南方的土它是呈酸性的，它其实非常不利于这种 DNA 的保存的。很多时候呢，它会让 DNA 呢严重的降解，大量的微生物都会侵入，而且呢经历了这种数万年数千年之后呢，属于它本身的 DNA 呢保存的非常非常少。 DNA 链上的基因信息按照特殊的顺序排列在 DNA 上，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骨骼都可能被降解殆尽。即使是幸运保存下来的骨骼材料，其中保存的微量 DNA 也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在微生物、偏酸性土壤等因素的影响下，骨骼材料中绝大多数 DNA 被降解掉，而可能保存下来的极其微量的 DNA 也呈现高度片段化，就像断了线的珍珠项链，珍珠也就是基因片段散落一地。傅巧妹团队的工作就是要在只含有极微量古代人类 DNA 的骨骼样本中找到属于古代人类的 DNA 片段，并把它们按照正确的顺序还原成比较完整的 DNA 信息。骨骼样本保存的情况越差，工作就越艰难，有时提出来的 DNA 甚至达不到最低检出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它的形状。那像这种情况呢，它其实跟土壤还有包括它自己的有机质呢已经是消耗的非常厉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做出相关的 DNA 的。这边呢就更加比刚刚说的情况还要糟糕。其实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一个跟人相关的，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它跟我们的人类 DNA 有什么关系。它其实就体现了在南方它的这种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在南方的这种进展呢非常缓慢。可以说呢，一直到2014年呢，
我们获得了亮岛距今8000多年前的南方样品。亮岛呢，它是位于台湾海峡，它离福州呢大概是24公里。从这个样品入手呢，我们获得了有关的这种基因组数据。虽然已经获得了南方和北方，也获得了非常重要的结论，但是当时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亮岛人他到底能不能代表典型的南方古代人群？岛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在岛屿上生活的人群呢，它和临近大陆上的人群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看到的印度安德曼群岛上生活的一个人群叫做翁吉人，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呢，他们跟印度半岛上的大陆这些人群呢的遗传是非常不一样的。亮岛它到底能不能代表南方内陆的人群呢？这其实是我非常担心的。为了保证研究的这种系统性严谨性，我认为呢是必须要获得能够代表典型南方大陆的人群的基因组才能做工作。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近有5年的时间，我们跟福建还有别的区域的这种研究所进行了相关的合作，继续采集到了南方将近30多个遗址，200多例这种古代的人类样本。我们的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事实上我们的困难又出来了。有些人骨材料经过近万年的漫长时间，属于古代人类本身的 DNA 含量已经非常微少，同时人骨材料还受到环境 DNA 的污染，例如现代人的唾液、皮屑等，也会对珍贵样本造成污染。依据此前的技术，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些样品里提取到足够的古代人类的 DNA， 实验技术似乎成了团队难以跨越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我们不断地去摸索，终于我们共同开发出了一种高效的核 DNA 捕获技术，实现了将非常微量的人类 DNA 从海量的微生物中呢吸附复集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钓鱼，把它钓出来。4万年前的在北京生活的田园洞人的一个 DNA 的示意图，在没有使用我们这个捕获技术以前，这个田园洞的样品里只有0.0003%的这样的21号染色体 DNA 的信息。而通过我们这个共同开发的技术呢，捕获以后你可以看到它能达到46.8%21号染色体 DNA 的含量，终于成功捕获了包括非常重要的8400年前的福建齐河洞人在内的南方大陆的人群的基因组。这些基因组呢也被高度的评价了，是填补了中国南方区域古人类基因组的空白。我们通过将近8年的努力，最终呢在数百个样品中呢成功获得了南方北方一共11个遗址距今9500年到300年的26个古人类的基因组，其中包括了您这里可以看到的小金山、扁扁洞、博山、小高、域名，从大概9000多年到7000多年的这个阶段的古北方的相关的个体的基因组。而南方呢，它其实包括了七托村，还有这里的齐河洞，还有这个亮岛。亮岛和齐河洞呢，它是8000多年前的，然后西陀村、谭石山、索岗是4000多年前的，川云洞呢是距今300年，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跨度了从9000多年一直到现在的相关的基因组。那么这些基因组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张图里面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它其实显示的是当时的人群的一个格局的遗传分布图。这里的绿色是通过我们用一个古代的样品作为一个代表，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它其实是跟古北方人群，也就是8000多年9000多年的古北方人群相关。这里的蓝色呢，它其实代表的是古南方人群，从山东甚至一直往西伯利亚这些区域的，从9000多年到7000多年呢，它都是以这里看到的绿色为主的这样的遗传成分。而在南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南沿海地区呢，它的其他人群也在8000多年主要是以这种古南方人群为代表的颜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这种南北方人群的截然不同。这就说明呢，中国南北方人群呢，它早在9500年前呢就已经出现了分化和遗传的差异，也就是说已经明确出现了代表不同遗传成分的古南方人和古北方人。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北方人是不是一定只有古北方人的成分呢？我们的南方人身上是不是只有当时主要是以当时的古南方人群成分为主呢？我相信很多学员已经产生了一些疑问。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绿色呢是跟古北方成分相关，蓝色呢是跟古南方的成分相关。你可以看到在小金山的下面，它其实是古北方的一个个体，7000多年前的。它不光是有绿色，它也有南方的蓝色。同时呢，在亮岛一号人里，您可以明显的看到8000多年前的亮岛一号人，它不仅仅只有这里看到的蓝色的颜色，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古北方的绿色的成分。所以呢，它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8000多年前的人群在南北方呢已经出现了相互的融合。那么这种融合呢，比大家所熟知的秦朝大一统的时期还要早了将近6000多年，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出乎意料的结果。而直到4000多年前呢，这种混合、这种互动呢仍然存在，而且呢它的影响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北方人影响了南方，同时南方对北也有影响，彼此是相互的。那么这种双向互动的影响是均等的吗？左边的这两张图你可以看一下，不管是9500年到7000多年的南北方人群，还是中间看到的这个从5000多年到3000多年的人群，我们主要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古南方人以古南方成分为主，古北方呢以古北方为主。所以总体是看到一个在4000多年以前甚至更晚一点，古南方人的这种它的遗传呢主要还是以这种8000多年前的古南方成分为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现今人群，它的最大的变化跟刚刚4000多年前的这些南方人群与蓝色的这种古南方成分为主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这里看到的绿色在南方作为主导了，这是现今的人群。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以后，也就是4000年之后，古南方人群它其实受到了大量的北方人群的影响，出现了融合，使得它之前以福建齐河洞8000多年前的人群的这种遗传成分为主的这种南方成分呢急剧下降，所以最终就出现了这种以古北方人群为主导的现象。那么通过这种人群的交流等等呢，其实就构成了我们现在中国人的人群的遗传结构。整体来看呢，我们南北方人群的这种演化的互动历程反映出了中国自9000年以来呢人群的基本的连续性。我们说的基本连续并不是说一成不变，不管他们怎么样融合互动，他们没有明显的受到这种大量的外来人群的影响，它有这种内部的融合和基因的互动，但是呢是基本连续的。这就是我们对于南北方人群的主要的研究成果。谢谢大家。好，谢谢傅老师与我们进行的精彩细致的分享啊。可以说呀，从刚才您的讲述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工作的这份仔细缜密和艰辛。对，其实虽然很辛苦，但是不觉得辛苦。对您这个研究成果，学术界他们怎么看？我们这个研究结果出来，大家是非常振奋的，因为这个可以说是首个搞明白南北方人群到底是怎么样演变的。而且在这里我不由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他是我们在2017年获得的中国的第一个古基因组，而且他到现在也是东亚最老的一个现代人的基因组。这确实很了不起。学员们，你们怎么看？好，小杨。骨骼样本它特别容易就遭到破坏，又会受到很严重的污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别的地方去提取这个古 DNA 样本呢？这个问题非常好，是我准备了4张图片，想让大家猜一猜哪些里面没有古 DNA。 四样啊，这是一张兽皮、骨骼、陶罐，这就是土吧？对，这就是土。哪一样当中有可能没有古 DNA 是吧？小赵你先说。老师，我猜测那个陶罐应该提取不到 DNA， 因为我觉得它既然是烧造的
它肯定会经过高温，它应该会把那个原有的 DNA 物质给破坏掉了。我觉得那个兽皮可能没有，因为提取出来的会有更多污染，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上面提取不出比较就是富有代表性的人类的 DNA。我不是特别同意刚刚那位同学的看法，动物的 DNA 可以提取出来。我觉得土壤里面应该没有 DNA 吧。还有其他的说法吗？要不我也猜猜。我不同意你这罐儿的说法。那烧的初期是高温烧啊，后来人用了以后呢，摸了就有可能留下什么，是吧？土壤我也不同意，有些骨骼已经都在土壤当中混为一体了，都分不太清楚了，那这里边就有可能留下 DNA 啊。毛皮我在上面睡一觉，我 DNA 就在上面了，我也弄不明白了，还是您来说得了干脆。其实大家的角度都非常好。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研究的 DNA 不局限于人类，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皮张它可以研究是动物的 DNA。所以可以研究它自己，但是皮张有一个难度在于它是特殊鞣制过的。刚刚说到的这个陶罐，我们是有很多承载器的，比如几百年前的装奶制品，它其实留下的残留物就有可能留下当时的 DNA。 像这里的这个沉积物也是土，这里面因为过去的人包括它残留的遗骸代谢等等保留的这些残留物的 DNA 很有可能呢都会在这土里面有保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把土作为我们研究人类演化的一个材料的载体。那您的意思就是这四张图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您这题出的有点绕弯是吧？其实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故意的绕弯看看你的意志坚定不坚定，是不是？你们有什么想跟傅老师交流的，有什么问题？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您刚刚在讲的时候说我们在提取样本的时候可能会有人类的污染，那我们如何去避免这种污染呢？谢谢老师。戴手套啊，没看上来刚才傅老师就戴着手套吗？然后摘手套的时候他不是这么摘，他是揪着这边摘。在进实验室以前我们怎样避免它污染啊？这其实是很关键的。比如说这个遗址就出土了一个小牙，对对对，一个小骨块，那你在接触过程中这一摸、那这样就很麻烦。对对对。好，这个今天啊根据这四张图，我们这个还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道具，我们来看看都是什么。我在这里要强调的，这些全部都不是文物。哦，都不是文物。对，都是这个模拟道具嘛。道具，我们管叫道具。对，这些是不是就是工具啊？对对对，这些其实是最简易版的工具。那么怎么样通过这样的工具让我们能够把相关的样品采集出来，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学员来试试看谁敢。 是什么您先说好了。就是让他们来通过这些给的这些耗材来取土样，怎么把这个土正确的取出来。好，来来，把话筒给我啊，我们看你怎么取，我们也不说，傅老师也不说，随后再给你一评价。学员，下面的学员多观察他的动作。哎，多看，觉得哪一些有可能会带来他的污染啊？哎，对，已经有了，认真看啊。然后那我把它稍微往下挖一点，因为我怕上面会有人的污染。可以，还封上。为什么要封上口啊？有空气还有人的污染。哦，你认为你这个操作过程，你自己要打分的话，你给打多少分？59分。59？还不及格，你那意思？不及格。我看也够呛，反正。对，下面就是请我们实验室的张明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哎，也是取土，好不好？好的。下边就交给您了啊，咱俩认真看，大家认真看。啊，你看，戴口罩了，你没戴口罩，是吧？戴口罩就是为了防止飞沫里面的 DNA 去污染那个样品，所以我之前都没有说话。然后戴上这个头套的意思呢，就是说防止头发里面的一些碎屑啊掉到那个样品里面去。但是在考古现场如果不容易拿到头套，就可以用个帽子或者是别的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实在不行这个
稍微躲开一些，对，啊，对，远离它，对，想办法远离它。对，假如说没有口罩，但是别说话，别说话，因为它的那个唾液其实有很多 DNA。对，别打喷嚏。然后这个手套呢，我们一般是戴两层，它的目的是说我取完一个样本，在下一个样本的时候要更换手套，那样会比较方便一点。对，而且你不用担心第一双手套，就像刚刚那个同学其实已经很小心了，但在第一双手套的时候他已经摸了很多次了。然后我们把锡箔纸铺在这个桌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台面。这是如果在考古发掘现场没有锡箔纸，一张干净的 A4 纸，对，类似于是吧，对对对。然后做记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样品它是哪个遗址的，啊，然后它是哪个地层的，哦，然后那地层的哪个部位都得把它记录详实。然后首先我们是要把它那个表面刮开，哎，刮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面，因为表面的话可能已经有一些人说话唾液已经粘在上面，或者说有人摸过了，这跟我们小张也差不多。对对 对， 对， 对，非常好，对，做对了。下面一个步骤就是打开这个制封袋，然后我们手套也是尽量的不能碰到那个内壁，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铲一些进去。如果在现场连手套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袋子可以大一点翻过来。对对对。哎，你看那卖东西的没有？对啊，他那翻过来给你装。对，其实跟卖东西的原理一样，我就是不污染，对吧？啊，就是自动反封就可以。好，谢谢张明老师，谢谢，咱们都学了不少东西啊。好，谢谢。傅老师，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呢近万年都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生活，那有没有啊像其他的地方，你比如说跨越大洋或者像其他的大洲去发展呢？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刚刚说到南北方人群的研究就有与之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南岛语族可能大家没听过的这些词儿，它都会跟我们的东亚的不管是南方北方都有联系，所以接下来我就想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傅老师与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在研究南北方古人群的时候呢，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呢，相关的祖先人群对外的影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至少是从8000多年前的福建地区的人群的遗传成分呢，对现在的太平洋岛屿上的人群有巨大的影响。徜徉在海边的马达加斯加男孩，新西兰北岛上穿着草裙起舞的青年男女，依然用传统方法捕鱼的富国捷岛土著，台湾岛上载歌载舞的高山族姑娘，这些相隔万里看似毫无关联的人们却有着血缘关系，在语言上也有同样的根源，因此他们被统称为南岛语族。说这些语言的人群被称为南岛语族人群。这些人的祖先在哪里呢？各学科专家一直在紧密合作，试图找到南岛语族人群的祖先，但是却一直争论不休，难有定论。那么我们在对中国南北方古人群进行古 DNA 研究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呢？我们找到了南岛语系人群呢起源地于这种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而这方面呢有非常确凿的证据。刚才我们提到呢，南方大陆呢获得了很多这种人类的基因组，其中包括了8000多年前的福建的齐河洞，还有4800年前到4200年前的谭石山溪头村的人群，还有台湾海峡的像8000多到7500的亮岛人群，及4800年前的索港人的古基因组。那么他们代表的古南方人群和现在的不同地区的人群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早期和晚期的这些南方人群，它的这个树离得最近的是谁呢？是大洋洲的古代的
瓦纳图的人群。瓦纳图的这些人群，也就是说是跟我们的福建地区的相关的南方，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的人群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直接相关的。它其实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线索，我们内陆的古南方人群跟南岛语族的直接关系。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于8000多年前的奇和动物而言呢，也就是在福建的奇和动物而言呢，相对于傣族人群，它会跟阿美族和泰雅族这些跟南岛语族直接相关的人群有更近的联系。可能有人就会问，你怎么会确定南岛语系的人群是起源于中国南方，而不是岛屿上的人群扩散到了中国南方呢？3000多年前的这些瓦纳图人群，它代表了生活在岛屿上的古南岛语族的直接相关人群。从基因成分上来看呢，它们包括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古南方成分，同时也包括了其他的，比如说像古北方成分。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古南方地区也发现了它是跟这一群有混合体的人群相关的话，那么在奇和动这个8000多年前的南方个体中，我们应该不仅仅看到古南方成分，我们还应该看到古北方成分。但是呢，在这个个体中呢，我们并没有发现它有大量的北方成分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让我们知道古南岛语族呢，它更多的可能是从中国内陆向他们的影响，只不过很有可能不是8000年我们的人群对它直接影响扩散出去的，很有可能呢是后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刚刚说到的谭石山还有西托村这些4000多年前的人群呢，会跟这个南岛语族的瓦纳图这些人群更相关。一系列的证据呢都表明呢，中国的南方大陆呢是主要指的是中国南方的福建及比邻地区，在至少8400年以前呢，就已经有了这个跟南岛语族相关的这些祖先成分。而之后呢，像更远的东南亚太平洋岛对他们进行了一些影响。所以呢，总体而言呢，我们就知道了南岛语系的人群呢，可以是确认为以福建及其比邻地区为代表的古南方人群，这时间呢也至少可以追溯到8400年前。这是第一次呢用确凿的遗传性的证据呢明确了南岛语族的起源。如果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整个东亚人群，尤其是在中国，更多的影响呢体现的是晚期的从北向南，而它的南岛语族的影响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南向更南的一个压境的趋势。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古 DNA 揭示人群的迁徙扩散及它的路径和历史，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研究获得古代的这种动物的样品。而这些动物呢，其实跟人是非常相关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研究的是人类的半身动物，像犬，也就是我们说的狗的古 DNA 的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通过它的研究也能反射出人类迁徙扩散中的一些生活还有它的一些习惯。所以鉴于此呢，我们就开始了研究一些过去关键的狗的材料。当时呢，我们得知浙江田螺山呢有7000多年前的狗的样品时候呢，是非常兴奋的。通过实验，我们从这些珍贵的样品中呢，获得了一例高质量的线粒体基因组。线粒体基因组呢，它可以反映母系方面的信息。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样品，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这些大量的样品之间的关系来了解它对于不同的这种动物的演化的影响。陆陆续续采集到了青海、甘肃等地的古代狗的样品，通过大量的实验，我们最终获得了26例高质量的狗的线粒体基因组数据。这些数据呢，代表了中国以至东亚地区最全的古代狗的线粒体基因组数据。我们发现呢，来自中国的古代狗，太平洋岛屿上的18世纪以前相关的狗，以及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分布的这些澳洲土狗，都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这个发现呢，一时呢让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古代狗会跟澳大利亚现在的土狗、澳洲土狗有联系呢？我们不断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追问，通过新获得的数据加上其他学者已经发表的数据，我们最终确认了太平洋岛的岛屿上的这些澳洲土狗
还有包括了殖民地之前的狗，它们都很有可能呢是中国长江黄河流域扩散过去的，但是它们的扩散方式和时间呢并不相同。澳洲土狗扩散的时间可能会更早，太平洋岛屿上的这些狗最早呢从中国的长江的黄河流域向南扩散，通过东南亚，最后从这个地方跟南岛语系的这些人群一起扩散到各个大太平洋岛上，最终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局面。这些数据呢不只告诉我们这一点信息，它还让我们发现呢至少还有一只与长江黄河流域相关的古代狗的向北的一个扩散的路径。也就是说在至少1800年前呢，相关的狗到达了白令海峡的西部地区。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通过解读他们的遗传编码去了解我们一路走来的历程和风景，也给我们的今天带来了很多启示。好，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部分内容，谢谢大家。谢谢傅老师与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真的没有想到8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向海外探索。我们不敢确定这个时间点是8000多年，应该是在那之后。我们不管它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南岛语族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特殊的古南方人群的成分，在8000多年前的福建人群中我们找到了，这是之前是完全想不到的。而且台湾海峡的人群跟8000多年前的这个内陆的人群它是非常同源的。我不是学员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傅老师您好，您通过 DNA 研究了古代人群的扩散，那我想问一下研究人类扩散的意义。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我们的父母，哎，我是谁呀？我从哪里来？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类的终极命题。其实我们再回到我们人类需要的问题上，在过去甚至几万年以前都会，不光是当时的人只在乎生存，他其实很多时候甚至有很多文化，还有一些精神的追求，还有一些终极问题的追求，这些呢其实都非常重要，这是看起来很虚的一方面。那么我们再说一些实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南岛语族起源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做南北方人群的演化，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了解到南岛语族的问题。但是就因为我们对这个研究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之后，我们才让我们了解到，哦，原来南岛语族跟我们南方大陆的联系，那么这些的意义都非常大。好，我们用掌声感谢傅老师，为我们做的这精彩的解答，请您稍事休息。刚才呢，傅老师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大家可能会问了，这些研究成果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佐证呢？哎，今天呢，我们特意为大家请来了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的范雪春老师，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范老师上场。欢迎您，范老师。哎，主持人好。欢迎您，欢迎您啊。大家好。范老师，说了半天啊，大家对这个南岛语系也好，南岛语族也好，应该说还是比较陌生。为此呢，我们专门准备了一段影视的片段，大家先来听一听，来看一看南岛语族到底是什么样子。莫那，伊阿布的哎呦，木盖拉木个杰布塞的话，巴勒索都呼哎都骂了。这是2011年上映的影片，叫《赛德克·巴莱》，主人公他刚才说的话，大家听到了，那就是南岛语系的语言，是吧？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就统称为高山族。它实际上根据它的语言，还有风俗信仰，台湾地区现在是把它分成了16个族群，这16个呢，都是南岛语族。
哦，都是，都是南岛语族。哦，实际上南岛语族啊，这个分布啊，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啊，是非常广泛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海洋族群。他们语言呢，是有1200多种。他们这个语言啊，确实有差别，但是又有共性的东西。这到底怎么回事？这就引起了一些西方的学者的高度的重视。那在1932年的时候啊，就是奥地利的一个学者。最上面呢，像水波纹一样的，它就是画的，像那个神纹的，就是像那个我们一种稻草凝成的一种神，在上面滚一下，留下来了。粗的就粗神纹，细的就是细神纹。那么粗越粗呢，往往的时代越早；越细的时代越晚。哦，有这样的规律。这个是台湾地区啊，在台南非常著名的一处史前遗址，大约是3500到2000年这个阶段。这个遗址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神纹啊，比大鹏根的细了很多，这在上面就细神纹，各种各样，好像几何云图案的那种。它实际上呢，是用一种黑色的涂料，在陶器表面上施上了一层这种彩绘，我们叫它是彩陶。那这个彩陶一出来以后呢，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鹏根文化代表的是台湾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昏鼻头文化呢是代表了台湾地区新石晚期的文化，那它整个台湾地区就把这个文化序列给定下来了。通过对中国台湾大鹏坑遗址及凤鼻头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厘清了中国台湾岛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考古学家还发现，即便是在今天，大笨坑文化依然深植于台湾原住民的生活当中，而台湾原住民恰恰被认为是南岛语族人群的祖先，由此大笨坑文化被认为是南岛语族人群的文化源头。令人惊奇的是，台湾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并不是在台湾岛内生长起来的，而是在中国大陆不同的史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中部的一个洞穴里面的一个八仙洞，它的年代是多少呢？是15000，现在是可以追溯到32000的左右。它实际上就是台湾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洞穴遗址。大鹏根文化不是从八仙洞文化发展过来的，他们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发展关系，而是也没有继承关系。大鹏根文化从哪里来呀？怎么突然之间冒出来呀？这样子很多的学者他视野一下子就把它放在了我们大陆的东南沿海来了。这个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张平的企鹅洞，是内陆地区的。那么他的陶器
最早是多少年呢？12000年。这种波浪状的锯齿状的这个纹饰跟大方针是不是很相似啊？然后再看我们的下面这一张，是磕秋头的。磕秋头跟台湾大鹏坑的这个一样的年代的，大约6500到5500。那么他，你看他这些陶片啊，跟大鹏坑啊，很多都非常的接近啊。哎，它的唇纹也相似，你看它的那刻画的纹，那种像波浪的那纹，那个指甲哪里压印的纹，就在这个地方有，那大鹏坑文化也有，就两个文化就一下距离就拉近了，一个文化圈里面东西。所以台湾的史前文化是属于大陆过去的。刚才呀，这个傅巧妹老师也说了啊，古南方人啊，这个人群呢就开始和南岛语族的人群相关了，他们在向岛屿迁徙，怎么过去啊？我觉得是应该坐船啊，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傅老师跟我们刚才讲的啊，南岛语族人群起源于福建及其邻近，确实让我们很振奋。齐合众人，傅老师认为是我们南岛语族目前已知最早的，可以讲是最早的祖先了、那有没有更早呢？有没有啊？我想的话，随着材料越来越多，傅老师的很多观点还可以往前再提一点。距今30000年开始，全球的气候迅速的转冷，大量的那个海水啊是冻结在陆地上的，北半球吧冰盖的大大往南推移了，当时最低的海面又比现在又低140米到160米，那这是什么个概念啊？那就是我们当时的台湾海峡是绝大部分是露出海面的、对呀、对呀、这时候的古人呢跟动物群是可以自由往来的。对呀、对呀、是由于这种气候的原因，大部分那个北方起航的这种动物群啊，当时为了避寒太冷了，东北的对对对华北的淮河流域的这些沿着大陆架下来，整个台湾海峡成为南来北往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动物群。这些动物之外还有发现人的化石，台湾海峡那个海底打捞了一件人的弓弩化石。那么我们还发现了什么呢？一些动物化石上有很多的那个砍痕，那么就是说末世兵器，这些古北方在北方寒冷的动物古人类他们都到达了台湾海峡。我们南北方发生了一次呢比较大规模的人群的融合的交流。听完刚才范老师的这番讲述，学员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范老师您好，您刚刚提到了说南岛语族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走出去的，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今天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除了台湾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地区还分布着南岛语族的人群呢？现在大多数的人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现在很多南岛语族人群现在都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一些语言学家他们认为啊，我们华南地区啊南岛语族的语言很可能还是有遗留的，像海南岛的那种彝族的语言跟南岛语族相比的话可能更相近。另外呢，我们现在的福州大学还有那个跟上海的复旦大学，这复旦他们也进行了一个合作研究，就研究什么呢？弹鸣，这个弹鸣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大家如果有去海南岛这一带的时候可能还可以看到他世世代代都住在船上然后以捕鱼为生，很可能就是说他保留有更古老的基因。如果说他们这些成立的话，我想我们华南地区还真有可能还有南岛语族的遗存。那么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古 DNA 的研究啊在不断的突破它为我们了解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人类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口用科学的底色为我们绘制出了人类所经历的漫长的岁月以及我们自身基因的来源脉络。那么这个领域
还有什么最新的发现吗？未来又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接下来我们请付巧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如大家所见呢，其实古 DNA 的实验技术和研究方法是在不断的革新和发展。那么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把这种含量非常非常低，甚至没有人类的 DNA 的这样的图样，对它进行一次性的240种哺乳动物的直接捕获。通过它这种捕获呢，我们把相关的跟哺乳动物相关的这些片段呢，还原到跟原来动物相关的这些总属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总属鉴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利用特定的 DNA 的信息来看是不是存在可能的人，从而还原出我们当时的人群的一些历史。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呢，弥补呢过去很难获得这种人类化石的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缺憾，为我们打开了研究旧石器考古遗址的人类演化的窗口。运用这种方法呢，我们合作从甘肃的白石崖溶洞中呢，获得了相关的丹尼索瓦人的 DNA。可能很多人对我说的这个丹尼索瓦人非常不熟悉，他其实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表亲。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一群人已经灭绝了，他几十万年以前就跟现代人分开了。那么通过这个遗存里的相关的古 DNA，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发现了其实它有很多的地层的区域中呢，存在了这种丹尼索瓦人的 DNA。它的时间分布包括了10万年、6万年，甚至还可能到4.5万年。它的红色的五角星呢，就体现了这些地层里有丹尼索瓦人。除此以外呢，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标记在黄色星号的第10层的地层里呢，我们还发现了已经灭绝的古动物。这个动物就包括了猎狗，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呢，让我们了解到这些灭绝的动物的栖息地的范围比我们认知的更多更大，从骨骼到沉积物等等。通过这种技术的不断的革新，我们古 DNA 的研究呢，可以说在时间和空间的轴线上呢是不断的拓宽，能够让我们在更大的范围上呢，更深的维度上去研究东亚的人群。谢谢。好，非常感谢傅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讲述，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啊，您继续带给我们更多的关于我们祖先的故事。好，谢谢您。谢谢您。也谢谢来到现场的各位学员，谢谢大家。傅巧妹老师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知道，近万年来中国人的血脉从来就没有被阻断过，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血脉交融，代代相传，创造出了令世人震惊的文明。大陆与台湾同根同源，不可分割。好了，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考古公开课》，下期再见。